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我们继续来看《赵论孝事答刘一明书》的回答。上周呢，将答刘一明书的回信的部分呢、互相谦让的客气话全部过完了，大家还有印象吗？今天我们就要从他的正题开始。那么我讲述的方式就是以重点为主啊，重点啊，它其实重点不多啊，主要是文字难懂。所以我们看到《赵论孝事》第几页呢？好的，151页。这个上周我们有讲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鸠摩罗什号称为七佛译经之师，七佛译经之师，但是可能过去生的业障的关系，他的比丘身份曾经二度受到严重的侵扰啊。第一次是苻坚的部将吕光种种的侮辱羞辱他，第二次是碰到姚兴啊，姚兴硬要塞给他十位女众，说请他传下法种。但是鸠摩罗什三藏为了护念中土的这个所有的众生，他自己一个人背负着破戒的名声，含辛忍苦的翻译了很多很多的大圣经论，终于将中土佛教格义化的情况全部改变过来。以这样来说，牺牲自己而成就佛教，这是大圣的菩萨思想和精神，这样的精神和思想的实践，这是菩萨行。所以就菩萨界来说，鸠摩罗什三藏丝毫无犯，纵然自己的比丘戒有所毁损，但是他不是为了个人私欲啊，这样在判罪上就不可一概而论，就不可一概而论了。那由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几件事情来。大约三件事情。第一个，中国人对于恭敬
出家三宝，尤其是僧宝这个情况做得不好，甚至无知，用自己的观念来套用衡量一切。第二，中国人对于是不是要付出他自己的恭敬和尊重，他不是看你是否有修行，而是看你做出来的事，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最初的因果来说，如果只看事而不看动机和发心，这是有相当大的问题。第三点，中国人对于比丘戒的尊重程度不如像对菩萨戒的重视，因为自诩为大圣佛教，但是比丘戒是根本，是基础，如果比丘戒都守不好，持犯不是，开遮不明，甚至只做恶持，根本不了解，那怎么会有菩萨戒好的开展？怎么会做好一个当代好的菩萨僧？这是中国人啊最为被人诟病的地方啊，对僧宝的不尊重，然后用自己的观念来衡量啊，自出机书的随意解释啊，所以这个当时鸠摩罗什大师他就遭受了这两次很严重的勤劳，但是最后火化的时候舌头不烂，证明他所说的或他翻译的没有错谬。我们一般人呢，那火一着就化成灰烬，他舌根不烂，那这意味着什么？你逼迫圣人做这样的事情，你说多大的罪过？现在的在家居士凡夫不懂啊，常用自己的观念来希望僧众来符合他，他说佛教要企业化经营和管理啊，我是说师父我是为你好，但是在为你好的前提之下你要听我的啊，这样你的佛行事业啊才会开展，你讲经说法有人听，然后你的愿望才能达成，这个都是积非成是道果为因。很多僧众也是不明就里，最后被牵着鼻子跑啊，我只是对于鸠摩罗什三藏大师啊，他曾经遭遇过的这些遭遇啊，心中深有所感和不平，即使在千年之后，时至今日，我们中国人对于佛教、对于僧众的恭敬和尊重有增加吗？而佛教徒应该恭敬尊重，那当然毋庸置疑。那非佛教徒呢？他要不要恭敬尊重你？那不一定。但是基于一个平等原则，对任何人都必须尊重，中国人这一点做得非常不好，都
都是恃强凌弱，这应该不是中国人的特性，是所有一切人种的特性，都是恃强凌弱。果然如是，那我们应该怎么自处？对于弘扬佛法，我们还是需要般若啊，善巧方便和正直无碍呢，必须要权衡啊，不能说让对方啊，步步紧逼，而我们就寸寸退让，不是这样。前总统蒋公曾经在庐山会谈上面说，和平未到什么最后关头，绝不轻言什么，大家都当过兵的，反正有两句很有名的话，我觉得这两句 很符合佛法啊。这个讲完我们就讲政客啊，什么在庐山会谈啊，庐山会议还是庐山谈话啊？那个僧会菩萨和那一位菩萨，你们都当过兵啊，知不知道？庐山谈话啊？你当兵的时候在哪里当？我在金门。六个月，就在台北、台南。哦，那另外那位，你在哪里当兵？哦，听了心中吓一跳。马祖会不会很多蛇啊？哦，很多酒，老酒。啊，我听说抽到金门马祖的兵啊，都喜欢吃狗肉。现在吃狗是不道德的事，好，我们不说这个。来，当时老总统他说的庐山抗战宣言是什么？有两句很重大的话，就是什么？什么和平？对，这张是非常招牌的照片。这张是典型典型照片啊，庐山抗战宣言啊，和平哦，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所以说还要人不分男女老幼，地不分什么。什么东南西北都要一起啊，来抗战到底啊，到最后关头，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这个我觉得有符合佛法哦。好，我们就说到这，就说到这啊。这其实中国近代史上抗战史。非常值得去读啊。好，不说了，好，就讲到这里啊。好，我们回到正文。这一段是正答，针对对方提出的问题给予直接回答，主要说明什么是妙境冥符和独博灵感，说明这两个，而且再说明了这两个是一致的。好，接着这个何者上面的文字，他是说书曰啊，这个是讲过了啊，这是讲过了，对不对？150页是讲过了。何者现在要讲得很快，让过去啊。
151页是不是？好，我们看。圣人玄心莫照，理即同无。这个意思是说，哎，这一段好像讲过了，是吧？对对对对对，好，我们把它过一遍好了。第一个，圣人玄心莫照，理即同无的意思，就是说，圣人以玄妙之心，不直取的态度去了解一切诸法，啊，然后就这个态度来说是符合真谛，那与空性一致，但是它无分别无差别，所以叫理即同无，事物本性呢就是空性。好，所以一切诸法和原本真正的真理真谛本无一致，本无二致，都是空性。所以说，即曰为同，同无不即。何有同无之即，而有定慧之明？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既然都是空性，认识一切诸法和认识的对象，乃至于原本的本性，都是空性，这都是一致的，既然都是一致，全是空性，怎么还会有定慧的分别呢？啊，所以说有定慧之名啊，定慧之名非同外之称也。好，这个意思是说，定慧并不是说对于它本是空性而区分。既然它是空性，根本就不会有定慧的区隔，那为什么还会有定慧呢？这是在于哦，圣人他对于发用的时候才会有定慧的说法啊，而刘遗民说的定慧，就是圣人啊，他要认识万事万物是一切诸法的时候，它发用由空性而发用，所以才有定慧啊。所以并无直取啊，并没有直取。如果说你说定和慧是必然的存在，那就堕入了存有论了。这存有，有存有就有它本体，这样就错了。空性根本没有本体，也无没有任何的存有存在，它有假有，假有是为了能够发用。即使是有用处，即使是有这个什么他认识的作用，也是空性啊。所以说定慧之名非同外之称，若称生同内，有称非同，若称生同外，称非我也。好，这意思就是说，你要把定慧啊从空性之中强力区隔出来，说定慧必然存在，那这样子的话呢，定慧就不是空性咯，因为它是存在的，凡是存在就是有自性，那这样的定慧不是真的定慧，是什么？是凡夫的执取啊，跟空性圣智根本毫无关联啊。所以上周是讲到这，再来，圣心虚为妙觉常静，感无不应，会无不通，明机浅运，其用不勤，群数之应，亦何为而喜也。好，这个意思是说，圣心指的是呢
圣人正得空性而后发用，所以有圣心，他超越普通人，所以称为妙觉常境。好，既然他超越了普通人，所以呢，对于众生的一切所求，他才能朗然洞见。如果他跟普通人一样，他就见不到众生的需求了嘛。他必须超越他，这个超越啊，并不是说在他之上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站在一个更超然的境界，而朗然若照的照见一切众生的需求，然后呢，给予一切众生所需要的帮助，这叫度化众生，这就是破尘沙惑啊。好，什么叫破尘沙惑？众生不论九界之中的所有众生啊，千千万万，他们的心、他们的行为都不一样。那你要度化众生，必须了知他们的心。而众生犹如尘沙一般众多，他们的心思、他们的行为也犹如尘沙一般，所以要了知众生心，广泛的知道一切众生的心，你才能入一切众生心想中，而给予他适当的教法，而方便度化。这叫破尘沙惑，这是菩萨要做的，或法身大事要做。那我们凡夫众生，我们凡夫僧，所以老实说，会的也只有那一两套，我们只能用这一两套来吸引跟我们方便有缘的众生度化。那如果说你一直度不到众生，那该怎么办？忏悔自己哈。我记得以前灿公师父说，他以前最初啊，莲音寺最早的时候正在开山，没有人来拜佛，没有人来听讲，灿公就辛勤的放蒙山施食，撒米，这样过了十几年，他在办大专学生斋戒学会，我们全部蜂拥而至，然后莲音寺都住不下100多人，吃饭都成问题啊，不是，讲错了，吃饭不成问题，是莲音寺没有疗房。灿公师父就笑称说：“你们都是当时被我度化的恶鬼呀！”好的，我们大笑。那有一个法师也是，他听经，不是我哦，讲经说法没人听，他就天天怎么样，在他住的地方撒米，那些鸟雀啊，都来吃。然后他撒米的时候，他就祝愿，希望这些鸟雀吃了我的米，能够得到善报啊，得到善报，往生极乐世界。要不然没办法往生，那就来做我的徒弟，来做我的听众。然后来二十几年后。他就变一代大师，他的听众很多。那我住的地方不能这样啊，会被人家告啊。撒米的话，环境污染，那人家会觉得这个金马龙 cam j cam 黑啊。就是昨天我去大卖场，哇，所有的泡面、所有的卫生纸，通通没有了。大卖场高兴得不得了，那我们都买不到。好啊，就讲到这啊。
我想我以后可能会这样做，就这样，一周固定买一袋米，然后就来撒米给鸟雀来吃，好不好？来，再来。感无不应，会无不通，这个连接上面的都已经这个没问题啊。明基浅运，其用不勤，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圣人呢不会有普通人一般的浅薄的认识作用，而是以他的圣心般若默默的观照鉴察，到了适当的时节因缘，给予众生相应的教法，这就气理又气机。好，再来，群数之应亦何为而喜？既然如此，圣心般若都是在一直默照而发用，你怎么可以说没有度化众生？圣心没有度化众生的应用和什么行为呢？啊，是这意思。在底下，且夫心之有也，对不对？以其有有，有不自有，故圣心不有有，不有有，故有无有，有无有。有无有故则无无，无无故圣心不有不无。好，重点就是在这句，圣心是不有不无。所谓的不有不无就是什么？不动不静，不增不减啊，是空性。好，你要这样看啊，空性的般若啊。心经不是有讲吗？会不会背心经？来，这位菩萨，你会背心经吗？他其中不是有一句吗？什么叫做不增不减？不增不减前一句是什么？自故空中无色受想行识，对不对？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然后乃至到，不，这是前一句还是后一句啊？不增不减，前后文是什么？来，你们默背一下。舍利子是诸法空相，对不对？有没有印象？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怎么样？没有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对不对？一切皆空。所以说圣心不有不无讲的是这个。好，由这句话反推回去，圣心这是不是般若？你不能拿世间的看法来说这个圣心的作用存在，这个有当存在解啊。那有有之意呢，是说普通人他存在着这个有的观念是错的，他存在着这个有的观念是实际存在，但是圣心不是啊。所以他说夫心之有也，以其有有，这是讲的是凡夫啊。但是有不自有，这个有是假有，不是实有啊。所以说有不自有，故圣心如何安抓啦？圣心什么不有有，不有而有，对不对？什么叫不有而有？讲一下什么叫不有而有，有而不有啊？这公傻，又有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来，那个
生辉菩萨旁边那位，那您老人家怎么称呼？问你啊，对，不有而有，有而不有，讲的是什么？答对了，好，我知道你懂了，你说的对极了。它不是实际存在的真有，但是它为什么又存在？是因缘有而存在，假有，而它能发用，所以不有而有。但你说它没有吗？完全虚无，那也不对。那它确实在因缘和合状态下，它存在，所以不有而有，有而不有啊，是不是？所以说不有有。故有无有，有无有指的是什么呢？圣心不是实有的，但也不能说它绝对不存在。所以说不有有，故有无有，有无有故则无无，有无有故则无无是什么意思？有是假有，你不能说它绝对不存在，但你说它一定是实际的存在，那也错了。这是刚好符合般若啊。好，再来，有无有故则无无，则讲过了啊。无无故，圣心不有不无。哦，我们刚刚就是讲到的，由这句反推回去，连虚无都不存在，所以称之为无无无这个虚无啊。是吧？所以圣心不有不无，就是什么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般若啊，空性啊。所以底下不有不无，其神乃虚啊，这实在是就是他就是讲般若嘛，虚者空性也，是不是？他是空寂的。他说何者？好，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刘宜明的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的学团对于般若的了解和空性的认知是有一点缺陷，现在由僧肇大师来纠举他。好，上面所说，僧肇大师就说，我为什么要这样讲？何者？夫有也无也，心之影响，言也相也，影响之所攀缘也。有无既废，则心无影响；影响既轮，则言相莫测；言相莫测，则道绝群方。道绝群方，故能穷林极树。穷林极树，乃曰妙计。妙计之道，本乎无计。夫无计，在乎明极。明极故，须通之。妙尽存乎极树，极树故，树以应之。树以应之，故动于世会。须以通之，故道超明外。道超明外，因谓之无啊。其实就是讲空性，那其他这些言辞呢，说那个的都也是假说的啦，他只是为了做文章，可以了解吗？那我们把它很快的过去好不好？好，有何者？夫有也无也，心之影响。这意思是说，圣心般若能够用有无来分吗？或者是世间的一切诸法有或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是心的影响，但是圣心即是般若，是空性，它其实是离四句绝百非的，非有非无，亦有亦无和有无，这四句全部加以否定。
所以将圣心说成实际有或是绝对的虚无，这都是不对的，是你对心啊不是真正的认识。所以他说心之影响，影是什么？造物有影，响呢古中打响，意味着什么？这个心啊是影响啊，不是说心去影响万事万物，而是心也是空性啊。好，可以吗？好，底下言也象也，这是什么？言是指语言，象是指由语言指涉到的事物，所以称之为象。象是形象嘛，事物的形象。那你对于一个事物的形象，你要必须给它名言啊，名言就是什么？给它一个名字嘛，是不是？好，好比说，我们刚刚有举例子，我说老总统蒋中正先生，那大家立刻，哎，他的影像照片出现，都打不起哦，诸位夸贵。然后影像出现，你就说哦，然后连接上他的历史、他的人格内涵，老总统啊，那些三善美郎啊，是什么军人出身啊？不是军阀哈、哦，军人。然后他的历史，或你以前读过的，或者他所带领的事物，或是做出来的事物的各种工业，你都会浮现。才能跟这个名言，就他的名字相互配合嘛，是不是？这是一个例子。就好比说，再说啊，诸位都有水杯，是不是？那个坐最前面那位菩萨，你的紫色水杯，我们叫它什么名字？叫保温杯，对不对？既然保温杯的名字一出现，我们就可以哦，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内容是什么？是不是？但是真正的空性有名字吗？它是缘起的，把它拿去到那个钢铁熔炉一烧，变成一滩什么钢水。什么都没有，这不是无常吗？无常所以是空，是不是？他这里就是讲这个心啊，也是空性，是影和响，但是它的作用会让你呢啊有出现，像说言也象也，影响之所攀缘，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有了名言，然后形象内涵确定，既然形象内涵确定之后，它就有影像，有什么声音，然后就会去攀附到这个什么这个东西上，这个像上面。好，这是一个像，来来来，给大家举例子。影呢，光照了它有影子，就是讲它的外表。响呢，有声音，对不对？为什么会有它的影子和它的声音？是因为有了这个物体，这个物体就是像，那么再给它名字，名字就是言，所以它的这个什么，整个事物，它就立体化了，对不对？所以说言也象也，影响之所攀缘，是这个意思。
如果说没有影、没有响、没有声音，也没有这个形象，你怎么说对方都无法连接，脑中现不出来啊。好比我说什么，好，大家有常常听到一个名词啊，天龙八部，天龙八部，好，龙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你有没有亲眼看过龙？没有，你看到的是什么？卡通啊，图画啊，或是传说，种种的这种资讯来充塞你对于龙这个名词的内涵。但是实际上你能不能真正亲眼的看到龙？没有办法。所以你对于它呢，能不能真正的认识？没有办法认识，更何况是要有影和声响呢？所以这些影子、声音，各种因缘条件聚合，再给它名称，所以这个物体就立体化了。这都是缘起，所以他讲眼也相也，影响之所攀缘，是这样。这讲缘起，有无即废则心无影响。那现在呢，我们讲空性，去除有无二边，但是心也是空性，既然是空性，怎么还会有影子或是声音声响呢？既然是空性，没有声音声响，那么他的这个外在的形象和给他的名字能代表空性吗？不能代表，所以言相莫测。好，讲到这有没有问题？好，既然言相莫测，我们把这段讲完哈，则道绝群芳。道绝群芳之意是什么？道就是指般若啊，觉是什么？去除一切四句或是八种啊，四对啊，所以觉群芳就是一意常断生灭来去，通通去除，才能显现这个道。这个道就是什么？缘起，就是般若啊，就是空性啊，可以吗？所以道绝群芳。哎呀，我觉得其实讲的就是指一个东西，他这样做文章做得这么好啊。好，道绝群芳讲的，故能穷极灵数。穷极灵数是什么意思？穷极指的是空性，极数呢，极是到达顶端，数呢，一切诸法就能够啊，穷尽一切诸法。穷尽一切诸法是什么？就照见一切五蕴皆空啊，这叫做妙境。可以不可以在底下？妙境之道，本乎无记。无记是什么意思？不执着，各种不执取， 无自性，那就是空性啊。所以妙境之道就是空性。好，无记在于乎明极。明极是什么？就是空性。空性呢，明极故，须以通之。须以通之的意思是什么？既然是空性，但是它还是要发用，
通知，通是什么？前后贯通，一切通透，做明白讲。明白者即是什么？空性啊。你如果要这样说，还是公来公去都嘛公空性缘起，这样就好了。文章写那么多，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大家看了觉得哎，赏心悦目。所以魏晋六朝，好，现在题外话讲一分钟，魏晋六朝的骈体文就是这样，很多华丽的辞藻，但是那文章内容浮泛虚华，这样子的文体终于到韩愈，他再也忍不住了啊，提倡古文运动。而这个古文啊，现在讲哈，这个古文讲的是什么？他要恢复西汉乃至先秦时代文章的言之有物，那是以谁做标杆来做榜样模仿呢？这古文为运动恢复啊，是以太史公的《史记》为主。太史公的《史记》上承的是什么？春秋的一字之差而有所褒贬，这样文章有内容。当然，提倡古文运动还有其他的条件促成。当时的唐宪宗太过沉迷佛教啊，沉迷到什么？国政不理，国事不理，成天到晚的跟和尚阿弥陀佛，讲错话，成天到晚的就是沉迷于佛教事务中，怎么劝也劝不听，所以必须有所争辩，所以韩愈才做谏迎佛骨表啊。再加上韩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他有一些本土和什么化外的文化，文化什么文化禁足和什么分别心，所以在多种的条件凑合起来，他提倡了古文运动，写了谏迎佛骨表，唐宪宗大怒，把他贬到哪里去啊？知不知道贬到哪里？你知道？来，你说。答对了，贬到潮州。贬到潮州，蛮荒边疆之地。但是韩愈去了那里以后，政绩卓越，做了什么文？记鳄鱼文。那记鳄鱼文是为什么而做？是不是那边地方很多鳄鱼，所以我写一篇文章啊？告诉你们，鳄鱼先生、小姐、大哥、大嫂们，现在我在这里做太守了，你鳄鱼赶快搬家，不然呢？我拿弓箭，拿毒药，把你们全部铲除殆尽，是不是这个意思？对，答对了，不是这个意思。他做记鳄鱼文是有背后背景的啊，这个是另外后话，不多说了。反正这研究起来，历史跟他这个文章相当有意思的。我听我的老师说啊，当时鳄鱼并不是在广东潮州这边盛行，它原本在中原地带很多，但是呢，我们中原是属于什么长江流域和什么黄河流域中间这一块，对不对？黄淮平原
然后我们在这里生存，然后呢越来越扩大，那这些爬虫类呢是被人类驱赶到潮州那里去，是被驱赶的。不然以前在中原附近不是有云梦大泽吗？云梦大泽在哪里啊？在哪一省？我记得没错是在湖北啊。来来来来来，云梦大泽。哎，现在的法师教佛法还要兼教中文，还要兼教地理啊。云梦大泽在哪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淡水湖在湖北江汉平原，没有错，40,000平方公里最多的时候，哇，比台湾还大。云梦大泽现在渐渐消失哈，以前40,000平方公里好像大海一样。目前所知道全世界最大的淡水湖是哪一个？是吧？哎，您拢唔知，我就足伤心的呢。贝加尔湖是吧？还是死海，还是里海？啊，那 ，Google 啊，最大淡水湖啊。我去过内蒙古的呼伦贝尔湖，哇，大得不得了，好像海一样。哇，讲错了，原来是苏必略湖。贝加尔湖是最深的，哦，是容量最大淡水湖。容量最大淡水湖是贝加尔湖，在俄国境内。苏必略湖面积高达82,100平方公里，比我台湾还大，哇，那是像海一样啊。OK， 好，世界排名前淡水湖，第一个苏必略湖，第二在非洲，第三呢，北美，第四，北美，哦，美国五大湖区啊。Michigan 啊，贝加尔湖，亚洲31,500平方公里，哇，跟台湾差不多啊。好，讲到这，啊，所以说刚刚讲到说韩愈要恢复古文运动，它有多方的原因。然后他所交往的全部都是，不是全部，几乎都是非常有学问的僧人。那人家说，那他又建营佛骨表，又批评佛教做原道原毁篇。但是为什么来往的又是有学问的，都是僧众？这不是矛盾？那哪有矛盾？一点都不矛盾。你去读唐朝历史，新唐书、旧唐书，你就知道，就不会矛盾。多读书就知道了。好，好，回到这里，最后须即故，须与通之。通刚刚讲了，前后上下全部贯通，贯通就明白，明白就是空性嘛。空性而能发用，所以妙境存乎极数。妙境就是空性能够呢，你站在超然的地步、超然的地位，鉴察这一切五蕴十二入十八界，
鉴察一切人心，都是什么？一切通透而朗照，这叫妙境存乎极速，对不对？极速故朔以应之是什么意思？能既然能照彻一切事物，一切诸法，就能够怎么样？度化一切众生，与智慧相应，明和。所以我现在已经讲到动与智慧，动与智慧就度化众生啊，就你用行动啊，六度万行啊，来度化众生啊。就只要圣心能发用，就度化众生。好，须臾通知道超明外，须指圣心般若，它是超越于各种名言之外，超然物外啊。好，既然超然物外，所以呢，我们说是无，无者即是。它是现样，它是现在是用有无来说，所以去除有无啊。他说有是非真有啊，我们只是给他一个名称，是他是假有，所以他不是真有。所以彼何然哉的意思就是，哪里是真的有呢？哪里是真正的存在存有呢？而最后引经来说明，圣智无知而无所不知，无为而无所不为。这个我们前面讲的快要宇宙爆炸了，不，这后面四个字有点世俗。我们前面讲的很多了，圣智无知，就般若无知而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则全知。既然全知，就能够照朗一切。而度化众生，方便妙用度化众生，所以才讲到无为而无所不为啊。所以这个空性缘起是什么？无言无相即灭之道。既然是无言无相即灭之道，你又怎么能够强分说有定慧？或是定慧之用呢，是存在，是实有，这哪里是对呢？所以底下说，岂曰有而为有，无而为无，动而乖静，静而废用也，是这个意思。好，这一段详细的给诸位讲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第几段了，第157页辨圣心。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啊。好，这个我补充一下，当初武昌起义，你讲的对。可是那时候呢，不只是只有国民党，他还有湖北的新军去煽动，还有各种帮会投着什么大刀会、小刀会。什么天地会、英雄会，啊，青帮、曹帮，啊，连国父孙中山先生都是檀香山天地会志工堂的双花红棍嘞。然后他们，这在《辛亥双十》那部片讲得很，就是当时所有的帮会头子都聚集在开会，啊。沙盘推演要怎么弄怎么弄，其实最主要还是依靠湖北的新军啊，那才是正规军队。然后他们里面也是思想纷杂，对啊，那不过呢，最后就是说，为什么国民党说是他们呢？因为他们有渗透到湖北新军啊，是这样。当然新军里面啊，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当然毋庸置疑啊，大概就是这样。当然最后成立了
南方南京的临时国民政府，对不对？那历史就是这样，得胜的人血啊，啊，那些地方的小帮会什么气在心里，也讲不出话来。但是蛇无头不行啊，对不对？那谁愿意出来当头头？那当时是造反啊，那谁愿意出来当头头？谁都不愿意，那谁愿意呢？就是孙大炮。孙大炮你知道吗？你知道，就是我们中山先生嘛。再讲一个 不太雅观的，就是每次革命起义失败，孙先生就跑到日本去，也浏览于花街柳巷之中啊，底下不要讲。那他日本有两个小太太啊，大家知道吗？你知道吗？知道，你知道。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一本那种，后来被禁。那可是禁书啊。对，禁书，每个期刊一样的。传记文学吗？好，我们继续打。好，那个我们继续好。那么在开始讲之前，跟诸位说报告一件事情。我们4月4号是清明节，啊，放假。4月11号就新一期的三论宗班开始，啊，4月28号还有一次课。那如果我们讲不完，我们会把大意跟诸位讲完，然后所有的文把它念完。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刚开始我们讲新一期三论宗班，我们用三本书，第一本用这本佛教四大部派宗义讲释里面中观的部分啊，中观宗的地方跟诸位讲。另外我们用印度佛教史平川章啊，大田法师翻译的关于中观学派的部分啊，我想这两个部分大概就很够了哈。印度佛教史哈，平川章啊，庄坤木翻译，他现在出家了，叫大田法师，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候选人，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候选人，是我建国中学学长，比我晚出家，是这样。好，它里面有中观学的部分，中观学派的部分，我们可能引用这部分，因为这一本书一本600-700块啊，引用就好。那么如果说这本书是有版权的问题呢，那我们最后或许会请基金会印这本书哈，中观思想。这本书现在绝版了啊，没有版权啊，已经绝版。然后这里面有讲到中的各个当时日本有名的名教授对于中观学派呢各写一篇文章来说明它啊，像是中观思想的历史与文献，尾山雄一教授，还有呢中观派的形成，爪生金龙真教授，还有再来讲归谬论证派立川五藏教授啊，江岛惠教授，
然后他讲江岛慧教，大家知道是谁，就是慧明法师的指导教授，往生了。OK， 慧明法师现在也六十好几了，六十五了吧，63、64。而每一个教授写一篇关于中观学派的论文，然后凑成这本书。啊，今后的研究课题，后面是其他的，像顿悟和见悟啊，中观的实践，我们可能印这本书。好，诸位有没有问题？大概新一期是这样。那么我有根据这些中观学的做了一篇哈，就是中观学的这个总集的小文章啊，在哪里？我现在一时找不到它。好，大概是跟诸位说到这里。嗯，这个小文章是在哪里呢？好，我先不管它了。来，我们继续哈。赵论这一段具体的阐明圣心的含义啊，请看到第157页，比《般若无知论》详细的多，简称辩圣心。好，现在先跟诸位讲什么是圣心。圣心就是经过般若的作用，你证得空性，由凡心而转为圣心。而圣心它其实是功用的展现。好，现在就讲辩圣心。底下，而今谈者都极言以定止，寻大方而争于怀前世以标悬存所存之必当。好，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是说，我只讲主旨啊。这主旨就是，我们现在要认为什么是真正的般若和空性。什么是真正的般若和空性？那么你呢，刘移民，或者是代表的庐山东林寺的学团，其实对般若空性你没有认真的去探究，而有错误的见解，是这个意思。从哪里看出来？怀前世以标悬，存所存以必当，之必当。这意思就是说，你所认知的其实是有问题的，有问题的你还把它标举出来，认为这是正确的空性。所以说怀前世以标悬，前世指的就是庐山东林慧远学团的见解。存所存是什么意思？存执着，所存呢，你们固执己见，认为这个是正确的，所以是存所存以必之必当。好，在底下，是以闻圣有知谓之有心，闻圣无失谓等太虚。这意味着你们对于圣心般若啊，一分为二，不是有实际的存有，就是无，就是虚无，这错的哈。所以底下才会进一步说有无，你们已经堕入有无了，这是什么边界啊，就你们的偏执，对不对？在底下就是骂人的话了，这哪里是真正的中道呢？
所以说启示中道呢，所以就意味着你们庐山东林慧眼觉谈所知道了解的不是真正的空性和中道。他说为什么，所以就是现在在何则啊，万物虽殊性本常一，就是一切诸法各有其异，有同，但是都是空性，说性本常一，那就是空性空寂啊，不可而物，然非不物。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有而不有啊。然后呢，不有而有，无而不无。下一句是什么？不无而无，有与无啊，那都是缘起，都是空性啊。他是用这个句法，所以就是所说不可而物，然非不物。你不可以说这个物体啊是实有的，但是你也不可以说这个物体完全虚无不存在，那是这个意思啊。啊，底下更是如此，可物于物则名相异成，不物于物则物而即真。刚刚也都讲过了，不物而物，物而不物啊。物呢是指物体，你不可以说它实际存在，也不可以说它完全没这回事，不存在，都不对。那究竟要怎么说呢？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物体它存在不是实际的存在，而是因缘聚合而存在。那物体不存在，不是虚无缥缈断灭，而是因为它的本质是空性，所以它不是实际的存在，它也不是说不存在，因缘聚合之下它存在，因缘不聚合就还归于空，是这样。所以是以圣人不物于物，不非物于物，不物于物，物非有也，不非物于物，物非无也。这都讲过了，对不对？这样一路顺理成章推下来，非有所以不取，非无所以不舍。所以说对于一件事物不取不舍，什么是不取不舍呢？不取不执取它，不舍呢不舍弃它。所以这个说明事物是怎么样，因缘的存在，因缘而空性，所以不取不舍，这个就是般若的道理嘛。来，回归到般若经。般若经怎么讲？心经，我们只讲心经就好。是怎么样？刚刚前面讲过，这叫什么？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不对？就是这样嘛。所以他是用不取不舍。所以还是鸠摩罗什三藏大师翻译的好。般若经，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是空性，而空性呢有因缘存在，称为假有，非是无啊，也不是非有，也不是有，可以吗？好，这里不取不舍讲到157页导数第二行。所以说真正的内容主旨讲过了，底下都是写文章排比
押韵，如此而已。所以讲造论最怕就是啊，不知道空性中道缘起的主旨，而被这些文章内涵转来转去。好，再底下他说，不舍故妙存即真，不取过名相迷因，名相迷因非有之也，妙存即真非无之也。所以他既不是有之也不是无之。好，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不舍妙存即真。妙存即真就是妙有啊，懂不懂？就是因缘有，对不对？不取呢，名相迷因，名相迷因的意思是什么？不只取万物，所以名言对他来说是什么？名言是空，名言是空，所以呢，事物的相状、外在的形象，因为名言是空，它就没有产生的地方，没有产生的地方，这个外在的形象也是空性，所以叫名相迷因。既然如此，他说就非有知。有知是什么意思？知是对于事物认识的境界，这个外在的境界就不是实际存有的、实际存在的，称之为有知。哎，外面谁在看呢？好，不管，就不是有知啊。好，底下妙存即真，那么呢，非无知。妙存指的是什么？就是妙有，妙有是与空性与真谛相运合，它并不是什么无所知事，所以非有知非无知才是真正的什么无知，去除了执取之知，称为无知。故云般若无知。既然般若无知，所以呢无所不知，在前面的文讲了，既然无所不知，所以怎么称为全知，对不对？好，这前面讲过了啊。故经云，经云什么？般若于诸法无取无舍，无知无不知。般若是圣心智慧，是空性，于一切诸法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然后呢，一切无所有不可得，所以无知或不知的问题。最后，此攀缘之外觉心之欲，而欲以有无结者，不亦远乎？好，这个意思就是说啊，你对于有无取舍动静，或者是呢，干脆就是讲一意长断生灭来去，你这是错误的认识。那离真正的圣心般若空性缘起就越来越远了啦。好，是这一段，这是第158页。再接下来第160页，我看看我们还有多少啊。160页之后164 168，哎呦，快讲完了，会不会讲太快了？
讲太快，那下周没东西讲了怎么办？下周如果讲太快，把这个刘一明书讲完了，那我们就来开头讲一点涅槃无明论好了，好不好？因为这段文真的只要抓住主旨，顺理成章一路下来，犹如什么势如破竹啊！好，底下，请劫福，请劫福，福臣有无者，福至之生也。基于相内，法本无相，圣智何知？世称无知者，未等目识太虚无情之流，临见幽竹，行于未兆，道无隐机，宁曰无知。且无知胜于有知，无无知也，无有知也。无有之也谓之非有，无无之也谓之非无。所以虚不失照，照不失虚，怕勃然永极，迷之迷居。熟能动之令有，静之属也。好，我们看到这前面，请劫浮沉有无者，道圣智何之。好，这意思就是说，好，我们看孝士的第一个劫，则问陈述。现在呢，就是僧肇大师他反问这些你讲，或是你的理论是说有或无，那你就是对空性根本不了解。急于向内是什么？被局限住了。就你对于有无空性的认识，你根本被局限住。所以被局限住的意思就是，言下之意，不讲错了，言外之意就是，你对于空性的认知是错误的。那你被局限住，所以空性是什么？实相无相啊！既然无相，所以无不相。所以说法本无相啊！既然无相，所以呢，一切空性，一切空性，哪里还有什么有和无啊？那你用这样子说，圣智是有和无，那你怎么会对圣心圣智有正确的理解呢？所以讲圣智如何才能使你真正的知道呢？如果你用这般见解来说的话，那你就无法了解真正的圣心圣智啊。所以讲圣智何知。好，大家思考一分钟。好，一分钟过去了，如何？OK， 那我们继续。哦，刚刚一个消息说研讨会又延期，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本来三月要召开，那我一直赶论文，赶得头昏脑胀，后来延到五月，后来五月又延到十一月，那我现在可以慢慢的每天这样摸东摸西的写论文了。不过十一月那时候有好多研讨会，十一月至少有四个研讨会，我怕会撞期，加上中国大陆宁波七塔寺
天台学国际研讨会，纪念牟中山先生的论文研讨发表会，在台湾啊，十一月，就是三个在台湾，一个在中国。唉，都延期。好，刚刚我们讲到圣智和知，接下来世称无知者，未等目识太虚无情之有。他说你对于什么是无知的认识，无他这里就错误的认知，无是什么？虚无。虚无就没有情事。什么叫没有情事？他不是有情的众生，生不起对于一切诸法认识的能力。他说你这个叫做无，说跟目识太虚无情之流等同。这其实是骂人的话。骂谁呢？庐山东林寺的学团们对于有无是错误的认识。好，在底下临见幽竹行于未造是什么意思？道无隐迹宁曰无知，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般若空性圣心圣智啊，它超然物外，而且又能够啊灵知灵觉的照见一切诸法，这跟《心经》讲的一模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其实这不只是五蕴，五蕴十二入十八界一切诸法都是空性。既然能够临见幽竹，他说行于未造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注解，照痕迹之意，未照还没有出现痕迹，行呢出现，所以呢不论他有出现也好，没有出现也好，有出现的是什么，没有出现的是什么呢？有出现的没有出现的都是一切诸法，不管你有无出现啊，都是道无隐迹。什么是道无隐迹呢？道无隐迹就是圣智圣心这般若照见一切诸法都是空性，不管你有出现也好，没出现也好，或者是你将要出现也好，或者是你要出现而未出现都好啊，他照见一切。这样子来说，照见五蕴皆空，寥落指掌，不遗漏任何事物。这个是有知还是无知啊？诸位，他能照见一切事物哦，当然是有知啊。那你怎么可以说是无知，是虚无呢？他能照见一切啊，所以他们庐山东林寺慧远大师的学团是对有无空性缘起他错误的认识。他错在哪里？有他认为实有，无呢认为是虚无。但是真正的空性是什么？缘起无自性而空性，有而不无，无而不有，是不是？有与无没有这个名言都是空性。好，讲到这有没有问题？要不要反馈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啊，有人就跟我说，哎，讲啊这啊，讲啊乐乐等，干脆一言以蔽之好了，都是空性缘起无自性，不就得了吗？为什么还要讲这么多？
对不对？为什么还要讲这么多？因为众生很多啊。中论二十七品，对不对？那我只要一言以蔽之，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是缘起无自性而空性，是不是这样就好了？那是总纲，但是一切诸法很多啊，那你要渐渐分辨，都是缘起无自性空性。有的人你只跟他讲总纲，他根本无法信受奉行，他必须碰到事物之后他才会反思。就好像家财万贯之人，他每天呢会用多少钱吃喂，也就是只有这么多，住呢一个身子住啊，住一甲地，住什么百亩的庄园，极尽奢华舒适之能事，最后死的时候黄土一呸，你跟他说不要执着，他会信吗？我根本不理你。你跟他说宗旨就是不要执着，然后呢我们善保有用之身，行有用之事，住吃都简朴节俭，他不会理你的。世俗人凡夫就是这个样子，你怎么跟他讲都不信都不听。所以只讲总纲还不够，要细细分别。所以赵论才这么说啊。好，接下来讲到哪里了？道无隐机。好，再接下来，且无知生于有知，无无知也，无有知也。这意思就是说什么？无知生于有知，你不要把它解释错了哈。什么叫做无知生于有知？哦，无获取之知是从对有获取之知产生的，大错特错。应该怎么说？去除一切执取是对于你有执取来说的，当你一切的执取全部去除以后，还有没有什么执取或是不执取的事的事情发生？都没有了，对不对？空性之中哪有什么有和无啊？还有有和无的区别吗？没有哦。我们现在这里讲，一直讲空性，讲来讲去讲一大堆，但是我们是文字上面解，真正的空性是什么？实证。去除一切名言所有，真正的证悟。禅宗的开悟，有人说，我那时候是听一些法师说，禅宗开悟就是讲证悟空性。那我觉得这样讲是有不同。禅宗讲的开悟，固然说有证悟空性的意味，但是它最终是什么？看见自己的如来藏心本心本性，此心即佛性，他能够真正的证悟彻悟而认识，
这才是他真正开悟的意识所在，不是说是真悟空性。如果真的真悟空性，那还要看是小圣空还是大圣空。小圣空性出果啊，得法眼镜；大圣空性呢，到哪一地？哪一地啊？那不是出地，出地是欢喜地。对，答对了，八地不动地。是要这样啊，但是禅宗为什么还要讲悟后再起修？既然悟了，就一悟永悟，又何须再修？那他又说一个言辞说：好，我开悟就是看到十五的月亮，我看到了，但是这个月亮一下又被云雾遮起来。所以悟后起修，要再去除烦恼，但是我总是比没有看过的人好得多。那所以不能把它拿来说证悟小圣空性，小圣空性可是断了见惑啊。大圣空性已经开始断无明惑啊，见惑失惑啊，尘沙惑已断了。所以禅宗的开悟不能把它拿来当作啊的跟教理啊能够相配合，因为它教外别传，行不行？再来，现在讲到非有非无哈。是不是？现在讲下一句，虚不失照，照不失虚，就是说啊，照是什么？观照。虚是指什么？无获取之知。所以圣心圣智在发用的时候，能够照不失虚，虚不失照。对于无获取之知，有照功啊，有照功，但又无执取。极而常照，照而常极，就观照是内心极静。那这极静呢，与观照又能够互相呼应。这是中观啊，也是般若。空而不空，有而不有，空与有，空有不二，是这个道理。这是般若啊。那熟读《般若心经》，就会从哪一句话来印证？哪一句话？刚开头就有。色粒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与色是什么？不二的。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都是空性。在空性之中，色受想行识都是缘起有，也是因缘所无，因缘无，而它非空非有。非无非有的都是空性，哦，是这样。好，底下勃然永极，勃淡泊之意，心清净或是心沉静，称之为什么？勃，勃与极，勃是淡泊。这讲一下，来，大家怎么念？
大家都是念怕，但是这个它其实就是这佛做什么淡薄角，这淡薄指的是什么？内心对一切诸法怎么样？不执取，既然对一切诸法不执取，也就是去除一切什么执着，这执着就是烦恼。好，去除一切烦恼呢，指令内心归于什么？空寂。所以寂与薄相同，再来，勃然永寂，迷执迷居是什么意思？来，请看注解八。哇，这段文讲完就只剩两段，那两段下周一忽儿讲完了。好，我们不管，继续讲下去。迷执迷居指的是什么意思？圣心般若永远空寂，所以迷就是指什么？没有的意思。所以没有执着，没有任何的拘碍，无执着无拘碍。来，我跟诸位说哈，无执着无拘碍，拘碍指的是，这其实是道家的话，指内心呢朗然，没有任何的什么执着，所以无执着无拘碍是同义词啊，是同义词，可以吗？来，那既然没有执着没有拘碍，就是什么寂啊。好，再接下来，孰能动之令有，静之使无也。既然圣心是空寂是寂寞，那哪里到底还有什么事能令这个寂寞起什么？启动，或者是不是，谁能让这个圣心已经寂寞了，还能再出现有与无的分别呢？没有嘛。圣智般若圣心本来就是非有非无，寂寞的。这寂寞是这样子的哈，寂。默是这个，即就是什么？去除一切烦恼，使令归之空寂。默呢？默然
而内心甚至能够朗照，甚至超越一切事物，观察一切众生，给予适应的度化教化。佛就是这样子，佛度化的众生是跟他有缘的，不管这一生有缘，过去生有缘，佛都度化。那无缘的你怎么度啊，都度不了、哦、有的甚至要讲很多遍的，说到要气噗噗他才会听。有的人、哦、你跟他好好来说，他都说不听，你跟他骂一下马上，欸，这是有的骂人哦，别去给他压。众生有时候度真的是什么很重要的关机斗教、啊、很重要，真的要度到众生很苦啊，很困难。我们现在的度众生啊，讲一分钟就好，是在度众生吗？我想大概是在什么奉承众生吧，那哪里是叫度啊？有一个信徒跟我说，哎呀师父你不要那么硬，现在呢金色最主要就是人要先多起来啊，人先度进来，钱也度进来，之后他们的心慢慢再想办法啊，这叫善巧方便。来，您说对不对？啊，那个，你说的。我不太了解寺庙经。赶快来记得。好，大家各成己见。那马祖当兵的菩萨，你认为呢？这个好像有几分道理。对对，当兵要吃饭，这个没有吃饭肚子吃不饱，枪拿不动就打枪打不准。你答对了，所以都要。两者兼顾，吉而常照，照而常吉。你在讲啥？但是动机要对，动机对，做什么事 ，OK。所以我们有伟大的三民主义做什么思想什么指导，然后我们要，麦哥林嘉伟了。这个男人就是这样，一讲到当兵这个话就永远讲不完。好，那你讲的是对，但是动机要正确。我当时训我的信徒，我说你动机有问题啊，你都只是在观察到他们的钱这样进来，度众生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你不能这个样子。他说：“哎，管他这种啥，吉星的败了。”我说：“君子爱宅啊，出之有德啊，取之有道。”台语怎么样？好，大概我这种蹩脚台语，君子爱宅，取之有道，最主要是要有这个道，有道才有智。智是什么？节制之意啊，节制我们的什么欲望、贪念、烦恼。那你今天这样，这不对呀、啊。那信徒很不乐意。那后来他本来是皈依我的，现在就跑王爷庙。哎，我这当师父的失职啊。
就是你常常面对的各种各式各样各类各型的众生，常常有时候你是秀才遇到兵啊，你跟他讲不要这样不要那样的，专播拢不来听，你骂他们了，他说师父没修行不慈悲，我说哎，那我喝啊，调换好了，你来做师傅，我拜你做师傅喝。他说：“哎，师傅，这个我不敢，我不敢。”那我就说：“你不敢啊，你不敢当师傅，那你还要教师傅这个那个啊？”他都被我这样子几句话讲了，他就蹲在地上大哭。哎，南无观世音菩萨。诸位，你说怎么办呢？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啊。故经云，是不是讲到这里？真般若者，非有非无，无起无灭，不可说是于人。什么意思？真正的般若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跟大家说明的，或使大家知道，真正的般若其实还是空性啊，非有非无，无起无灭，不可说是于人。好，为什么？你要是说般若空性是有是无，是起是灭，那你就是落入了什么一亿长段生灭来去之中，那就不是真的空性，不是真的般若了啊。所以他的主要意思是这样，所以说他说为什么呢？言其非有者，言其非是有，非为是非有，言其非无者，言其非是无，非为是非无。好，你这一段文你不要看，你只要听我刚刚所讲的那个话的主旨就 OK 了。啊，是吧？好，那如果说他的注解呢是怎么样？第十一，我把它念一下。大乘中观派论述问题常用否定的表述方式，就遮和权，其目的是为了破除执着，为了说明一切事物都不是实在的，都不是实有的，所以说非有，只是说并非凡夫所认为的实有，而不是说没有事物的相状，就是说缘起有其事物的相状，所以说是非有，这样就肯定了非有，而不是肯定非有，是说对于非有和非无呢，都是缘起，在缘起的成立的条件之下，非有就是什么无嘛，非无就是有嘛，就是有和无都能够成立啊，只对不对？非无也是一样，只是说并非凡夫所认为的绝对虚无，而不是说事物真实存在。如果说是非无，就肯定了非无，无论肯定非有还是肯定非无，都不符合空中思想。所以说非有非无就是有和无啊，不，讲错了，非有非无并不是有和无，是说它有四句，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如果你肯定了哪一个，都不是真正的空性，是不是？最后结论是以须菩提终日说般若而云无所说，这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放光般若经，此绝言之道知何以传，数参玄君子有以会之耳。好，这个意思是说啊，这样的空性的道理不是用语言文字可以讲明白的，须菩提
号称解空第一，连他都不说真正的波若是什么，并不是说他不了解啊，这个163倒数最后一行，他说连他都不能讲清楚波若的道理，这不是啊，这错了。就说须菩提很清楚的朗知朗见波若空性之理，但是不落于语言文字，不落于有相，也不落于无相，所以说无所说啊，这叫绝言之道。这叫绝言之道啊。所以该怎么传授般若之理呢？要修行，修行正悟，为正方知啊，般若之理啊。所以说希望你啊，你们庐山东林寺的学团好好的来领悟这里面所蕴藏的道理，不要错解了。嗯，好，这一段底下又云，又云就剩下最后两段了。嗯，好吧，我想我们下周再说好了。不然一路杀下去，那下周没得讲了，好不好？下周是这样啊，这两段一定会讲完，可能是一节课或 1.5 节课讲完。那我们就来讲一讲涅槃无明论的宗旨和大意。涅槃无明论其实它的这个什么分量最多，它几乎是前面三篇论文的将近一半，但是考察是不是僧肇大师的亲自著作很有疑问，很有疑问，所以我们就讲讲大意即可啊，哦，讲讲大意即可。那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详细的讲全部，好，那就剩下两段，我们下周再说。现在有没有问题？下周讲完以后呢，4月4号就是清明节。我们休息一次之后就是开新的课程，刚好做一个结束。好，有没有问题？哦，今天算提早下课啊。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是这样啊，向下文长赋予来日。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下课。